下面我们讲解防接腿摔法。被对方将腿截住以后，怎么样不让对方摔你？好，有这么几种方法。第一，被对方腿截住以后，对方要近身切你啊，或者用各种方法摔你啊，你的两手抓住他肩，切后推，啊，向后推，同时呢，支撑腿向后跳，成一个直角，不让他近身，这是一种。对方要使用麻脖破脚，你的头部像摇伞的头部动作一样，摇伞到那边去。如果他用脚扫踢你的腿啊，你呢可以跳。跳怎么跳？扶着他的肩，向他身上跳，拿重心压他，是吧？让他还得抱着你，他还摔不着你，啊，摔不着你。如果对方双手截腿啊，把你的腿截住了，这时候你踹着腿以后，向后转体，脚尖绷直，抽腿拿回来，抽腿拿回来。如果呢对方抱得很紧，你呢踹完腿以后再踹一脚，借这个反弹力抽回来，啊，抽回来，这样来迅速落地，你呢就能化险为夷，逃脱对方的截腿摔法，啊。下面请看呢防截腿摔法的实战运用。章的第三节，也就是最后一节，巧拿法，也叫擒拿，但是呢，拿的要巧，拿的要快，在击打当中将对方拿住，啊，击打，擒拿特点呢是拿住对方的一两个关节，控制他全身，拿住他的一个穴位，控制他全身，使他身体麻木啊，关节疼痛难忍呐，没有办法被你制服，啊。下面我们讲巧拿法的一，防对方抓头。防对方抓头有三种，啊，对方抓住你的头发你怎么办呢？是吧，向后拉你啊，给你这个头发弄你没有办法，头也疼。这时呢你扣住他的外面，有三种拿法。一个是向后啊，过去啊传统的那叫铁牛做钢，把他的腕指拿住背过来。另一个呢，掰他的腕子，一手掰一手推。另一个呢，掰他的腕子推他的左关节。下面我们做一下，大家看一试。对方抓我头，那手抓，哎，抓住了以后看着怎么办，扣住他，同时拉直他，重心向后举他这个腕子，你看举他这个腕子，头一举他腕子，他受不了了，
这是一种它很有力量，你举也没有办法，也举不动，怎么办？这手扣住这个中指啊，和这个中指啊，插他这个手心里面去，然后呢向外拧，这手推，使他的腕子受不了了啊。另一种呢，抓住头以后呢，推他的肘关节，让他拿住。这么三种防抓头的方法，下面请看它的实战运用。后抓法，下面我们做一下示范动作，大家看一下。对方抓住我的头部向后拉怎么办？然后呢，我扣住对方的手向前一大步，将对方的肘关节拉直，然后转体拖住对方的肘关节向上或者向下，头部向下将对方的肘关节拿住。下面请看一下后抓法的实战运用。拿对方的颈部啊，向对方颈部屈扭啊，拧，使对方的头支撑不了，头是主帅啊，一拿他就歪了，自然他就倒地了，是吧？怎么拿啊？怎么拿？在击打当中啊，防守当中啊，拿住对方的头。下面注意看一下我们做这个的示范动作。哎呀，正面实战，突然我勾拳打对方腹部，然后这手搂过来，看看，这手抓住他的头，这手推住他的下颚，使他翻转，翻转，这是一种，是吧？这是一种，也可以对方打我摆拳，我防守了，顺势搂过去，这个手搂住对方的下颚，拉，他对方头部很有力量啊，拉不动，怎么办呢？用这个腿呀、啊，憋住他这个后边这个腿，这个手呢，推这个下颚。性格啊，将他的头部拧过去，重者用冷劲儿、脆劲儿将对方颈部拿手，啊，拿手。下面请看一下这个的实战运用。破对方前扑啊，对方像猛虎一样向你身上扑，怎么办呢？破对方这种方法，将对方的两个手隔开以后，拿住他的下颚呀、啊，这边是个穴位，用中指和食指抠进去向下猛拉，顺势向后拉，将对方拉倒，是吧？注意看一下，对方两手向我扑来了，是吧？扑来，我磕出去。啊，磕出去，同时呢，这手用两个掌心迎住对方面前部，注意看，中指、无名指同时扣进对方的下颚骨的穴位，然后迅速向下拉，借着对方向前扑的惯性，重心向下将对方拉倒，也可以呢，不让他倒，顶住对方的前额，
沉浸了口的血液，几秒钟他就会麻木，全身都不会动了，口吐血液。下面请看这个的实战运用。将对方的双臂架起来，按后边枕骨这个位置啊为天骨，猛压，使对方的头下低，喘不过来气啊，三分钟使对方能够闭气。这个种拿法也是拿劲的一种，也是偷袭对方的一种拿法。下面注意看一下，对方在前面站着啊，前面站着，我走到后边以后，将对方的两臂啊，两臂架起，架起，然后呢，抓住他的头部向下按，他都喘不过来气了，三五秒钟，他就会闭气，是吧？昏死过去，是吧？时间长他就会死，是吧？这个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避免出现误伤。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实战运用。乱战当中啊，你打我也打你，突然你呢无意中夹住对方的头部，也可使用啊，也可以使用这招。下面注意看一下我们做，对方的头撞过来了，夹住他，夹住头以后，两手合力啊，注意看合力向上挑，然后重心向后挑击对方喉咙，使对方喘不过来气。下面看一下这个实战的运用。击打我胸部，拉过来以后，这手向前，尽量向前够，啊，尽量向前够。然后呢，这手呢封住他的喉咙，抓住他的大臂向上抬，啊，一定要抓住大臂，抓住这不行，啊，抓住这不行，一定要抓住他的大臂向上，是不是勒住他的喉咙啊？向上抓住他的头发向下咧，然后这个臂向上挑，是吧？这个劲。使对方呢用这个小臂啊和大臂啊夹住对方的喉咙，使对方喘不过来气来。下面请看这个的拿法的实战运用。十字交叉抓住他对方的领子，向臂勒，将对方的喉咙勒住，使对方喘不过来气，啊，被拿住。
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实战运用。对方的领子拉，然后这手抓住他的头，通过领子先后勒，将对方的喉咙勒住。下面我们做下示范。在乱战之中在乱战之中，我突然抓住对方的领子了，是吧？他打我摆拳也好，打我摆拳也好，我突然抓对方领子，这个摆拳就无效了。这手抓住他的头发，这手先后拉，看着没？这个手勒他的喉咙，这个头向下勒，俩手一起用力，他就完了，是吧？勒住了，是吧？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实战运用。躲闪对方的拳击然后将对方的胳膊别住，锁住对方的喉咙。下面我们做一下实战开始，对方的直拳击打我胸部，然后向侧躲闪，然后用这个手咬住夹住对方的臂，这手要到这边抓住对方的衣领，这个手向后压，身体向前提，这手向后拉，整个将他这个肘关节别住，喉咙锁住，一用力，对方这块骨折，这块也勒得上不来气儿，是吧？将对方制服将对方制服。下面看一下这个动作的实战运用。将对方的胳臂架起来，还是将对方的喉咙锁住。下面我们做一下，这也是偷袭的一种。将对方胳臂架起来以后，这手还是抓住他的衣领，这手按住他的后脑，向前拉按架，拉按架，使对方喘不过来气儿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实战运用。推眉断颈推眉断颈也是拿颈部的一种方法。下面我们做示范，大家就看清楚了。用右直拳击打我的腹部，怎么办？击打过来了，我把他手拨出去以后，迅速上步，这个手一定要搂住他的后腰，固住然后这个手按对方的喉咙按对方的眉头。如果他左手击打我腹部也是一样，拨过去也可以这么拨，打我摆拳，打我摆拳也可以这么拨，迅速上步，这手封住对方的后腿，搂住。注意看，手指按对方的眉间处，对方直言颈部后仰，一用力颈部拿上，一松手，对方倒地，是吧？这
这种方法很损，还特别狠，能将对方颈部拿折，是吧？而且呢，很巧，不用多大力，小孩也能将你推倒啊。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实战运用。泄力啊，与对方交叉走，或者是不对方交叉走，抓住对方的手，一手顶住他的腕部的外侧，然后将对方反拿过来，也是像白马卷蹄的一样啊，白马卷蹄一样，然后另脚踏他的肩，将他踩倒以后，别在小腿上，将对方绑上，抓人使用这种方法比较好。下面我们做一下，大家看一看。你不管怎么行走，你抓住对方的手就可以，怎么站都可以，这样也行，是吧？抓住对方的手以后，你这个步一定要上的灵活，上的猛，上的巧，这个手要抠住对方的穴位，迅速上步，转对方，避住他呢，撅他的腕子呢，避住他的哈腰。然后这一腿向前，还有踏他的肩部，把它别在这个小腿上，不能动了啊！看见，主要是在抓手以后迅速的上步翻压，这个动作要快，这个动作要快。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实战运用。抓住你前胸，你怎么办呢？用两手扣住他的肘关节，向外一用力，将对方肘关节拿伤，动作拿断。下面大家看一下，对方用这手抓我前胸怎么办？抓住了，两手啊扣住对方的肘关节，防止他弯曲，然后呢重心向这，他自然他就得下来，然后用脆劲儿猛踹对方臀部，对方往那边一倒，你这个手一用力一压，肘关节就断了，是吧？扣住以后，踹，啊，踹，将对方的肘关节拿断，啊。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实战运用。
抓奸，方法与破抓凶几乎相同。下面我们做一下。对方左手抓我的肩部，左手抓我的肩部，主要是在这个手要扣住啊，这手要扣住，一捏一捏的这个位置啊，是吧，手扣到里边它就没有劲了，然后向外翻，这手托着手尖向后压，或者是身体跟着下来，将对方拿住了，是吧。下面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动作的实战应用。转身砸肘和刚才的动作几乎相同，只是用肘砸对方的肘关节外侧，重者用寸劲将对方的肘关节砸折啊，注意看一下，对方抓住我的后衣领啊，后衣领我还是这手封住拉直他啊，向前一步拉直他，转身砸，用这个脆劲啊迅速下砸，使对方的肘关节呢受伤啊，轻者这个韧带肌腱拉伤，重者骨折。下面看一下这个动作的实战运用。转身断腕和刚才破抓肩动作几乎相同，只是呢扣住他的腕子不松手，用脆劲儿将对方腕子拧断。注意看一下，对方用左手抓我前胸，他抓得越紧越好啊，然后你两手呢扣住他的腕子啊，尤其是这个手推住他的腕子的外侧，迅速向右拧动，使他这个腕子掰的他不能再活动了，而且用这个脆劲一转体就将这个腕子掰断啊，掰断，力量就在扣手，扣的松滑脱了，这个动作就失效了，扣的紧他这个腕子不能动，伸横拧，横拧给他拧断。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实战应用。前绷肘防对方抓你的腹部腰带的这个部位啊，然后你用你这个手绷他的肘关节，注意看啊，这个动作很有意思，对方抓我的腰带突然抓住了啊，抓住我腰带，这时候我这手扣住他，翻过来这手扶住他的腹部，用这个劲儿，看见没，一绷这手当然向后拉啊，前后拉，这样扣也可以，这样扣也可以，收腹含胸，绷，将他肘关节绷上啊。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实战应用。转身后绷肘啊，转身后绷肘，使对方抓住你的后腰带，你这一转身借这个转体的力量啊，把对方的肘关节绷上。下面看一下啊，对方抓住我的后腰带怎么办，抓得很牢，我把他这个手啊控制住啊，控制住，然后呢我突然呢向前呢上一大步，将对方的肘拉直，就这么个劲儿，借这个转身的力量很大，扣，将对方的肘关节别一下啊，轻者别伤，重者能够别断。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实战应用。
蹲走、跨倒，都是防对方从正面抓住腰带，将对方的肘关节端起和跨起，啊，端起和跨起，使对方的肘关节呢，别伤，或者是别断。下面请看这两个的实战应用。小蚕丝，防对方抓住你的腕子，然后向外裸拿对方的腕关节，使对方的腕关节受到了掰扭受伤，用冷脆劲可以将对方拿伤。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实战应用。双蚕丝，双蚕丝呢是防对方小蚕丝，也就是破对方小蚕丝。你抓住对方的手腕，对方用小蚕丝将你的手拿住的时候，你呢从里边掏出去扣住对方的腕关节，然后向下压。艺名呢也叫黄不落压，啊，然后重心向下上上挺，两手向下压，使对方的腕关节绝伤，啊。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实战应用。帮对方摆拳打来，将对方的胳臂架住，然后掏他的肘关节，俩手合力将对方肘关节摆伤。注意看一下我们做，对方用摆拳击打我的头部，然后这个手将对方的肘关节砸弯，身体迅速向前，这个手向后拉，前面这个手上面这个手向下压，用冷脆劲就将对方的肘关节夹伤。滚肘和这个断肘的动作几乎相同，方法解肘的方法，解肘的方法都是一样，只是结过来以后用身体压住他的肘关节向地下滚动，滚过去以后他的肘关节必然压断，啊，必然压断。下面请看断肘和滚肘的实战应用。对方的拳打过来以后，你抓住对方的手转体，使对方的肘关节向下，然后用肩扛他的肘关节外侧，两手迅速下拉，用脆劲将对方的肘关节掰折。下面我们做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对方用直拳击打我面部，躲闪，抓住，同时抓住他的手，然后向外翻，啊，向外翻，肩扛住他的肘关节，啊，向外翻，哎，向上挺，向下拉，啊，肘关节就别伤了，啊。下面看一下实战应用的效果。
拳，也是卷蹄的一种。对方击打你的腹部，你含胸收腹，将对方的拳握到里边，然后呢，两拇指顶住对方的手背，将对方拿住。下面我们做一下，大家看一试。实战，对方突然用勾拳打我腹部，收腹，啊，两手捧结，捧结对方，然后向外掰，两手顶住对方的手背啊，这都有穴位，狠劲往里抠，两手狠劲向后带，对方必须跪倒地，啊，跪倒地，用脆劲将对方腕关节掰断。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实战应用。裸子，对方用勾拳呐、摆拳呐，不管是用什么拳法，在乱战当中，你抓住对方的手腕，将对方的拇指掰开，向后推按，将对方的拇指推了、推断或者是推伤。下面看一看这个动作的实战应用。夹肘，对方抓打你，这时呢，你将对方的手抓住以后，用另一手将对方的肘关节夹住，然后掰臂。下面看一下，我们做一次。对方用左手向我前胸抓来，没等他抓住，就将他手截住了，含胸，然后这手跨过截住，截住他的肘关节，向上臂。别他的肘关节，别他的腕关节，手夹死他，啊，让对方肘关节和腕关节别伤。下面看一下这个动作的实战应用。抓住你的衣袖，你呢从里向外翻腕，将对方的腕关节抓住，然后另一手压对方的腕关节，使对方反扣，将这个腕部掰伤。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实战应用。将对方打倒在地，俯卧倒地之后，你从对方的头部跨过来，坐住对方的肩部，然后两手抓住他的胳臂，向上猛臂，啊，将对方的肘啊、肩呐、关节别伤。下面请看一下实战应用。对方抓住你的腕关节，然后扶腕以后将对方腕肘压住。我们做一下，大家看一看。对方的手抓住我的腕关节，那个时候好，抓住我的腕关节，封死，关键在这手的封死，然后翻肘，腕肘，腕肘压住。好，下面我们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动作的实战应用。
臂，将对方啊打倒地以后，对方仰卧倒地，你骑在上面，在乱打当中抓住对方的两个肘向两侧压，用两个你自己的两个大腿别住对方的肘关节向下压，向对方两个肘分别力量大，两个肘关节都别伤了。下面请看一下我们的实战应用。你将对方骑在身下，对方还是仰卧，对方也用乱拳击打你，这是他的拳或者是肘挂住你的肩，不管是哪个手哪个肩，然后呢你的两手抱住对方的肘关节外侧，用肩顶手拉勒对方的肘关节，将对方肘关节勒伤啊。下面请看一下这个动作的实战应用。前仰，对方伸手来抓你，你顺势将对方的指关节解住。下面我们做一下，大家看一看，对方出手抓我，顺手自然的就跟你来了。那怎么叫前仰呢？最高往下一沉啊，往下一沉一裸，就将对方的肘关节呢反掰过来，重者掰伤，用脆劲一带，对方的手指就会掰断。下面请看一下这个实战的应用。抓阴部，在乱当中啊，你打我也打你，这时候对方突然抓住你的裆部，这时候怎么办？没等他抓牢的时候，你就突然伸手扣击对方的眼睛，把他视线挡住，而且眼睛扣坏，闭眼杀手，这是一种破法。另一种，对方刚要一伸手抓，你用摆拳和平勾拳猛击对方的太阳穴，同时转体将对方击倒地，是吧？这种呢，他抓你，你手扶住以后，闭住他的喉咙，猛上，用拇指扣住他的喉咙，狠劲摁，啊，你不松手，我也不松手，你使我也使，生死搏斗，是吧？对方抓不住，你就占便宜；对方抓住，我们俩都同时，这一斗争吗？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，是吧？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实战应用。对方用鞭腿啊踢住你，你将对方腿夹住以后，向上别对方的踝关节，大家注意看一下啊，对方踢鞭腿截住以后啊，夹两手，右手抓住左手的腕部向上猛别，他这个出现这个反关节，然后呢你呢抬腿一脚将对方踹倒，借对方倒地的情况下猛往上一逼，对方的踝关节臂断，是吧？轻者也拉伤。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实战应用。
场师门娴手，人称神腿庄。做拳法和推法组合练习。好，腾空摆腿，这个摆腿动作在世界比赛当中多次踢倒过对手。他一转体，对手就有一个恐惧的思想。现在多闪练习，好，翻身外摆，好，现在做多闪，好，前后多闪，摇摆，如同弹簧，好，摔法，好，腾空外摆，摔法。三手比赛当中，全国三手比赛当中多次获得过金牌，他的腿法相当灵活。腾空挂腿，躲闪，潜伏，侧踹。他在一次与泰国的拳手比赛当中，将对方肋骨踢断。来自辽宁运动员，他是辽宁省武警总队的优秀运动员，在散手比赛当中多次获得过冠军，在这次刚龙美比赛当中曾经将对方踢倒，受到了国家体委的嘉奖，立了特等功一次，一等功五次，二等功八次。是他的拳法快如闪电，重如炮弹，多次打败过美国、日本、泰国等选手。是提高踢打攻击力的一种练习方法，例如击打手把，是吧？两个圆把呀，你拿着叮当叮当打，通过直拳呐、勾拳呐、摆拳，发力的打，或者拳法的组合的打，手法的打，是吧？各种的技法，啊，是手把练习。脚把练习呢，用两个长脚把，你踢，低腿高踢，啊，一腿踢两次，一腿踢三次。踢十次，耐力练习可以踢五十次，爆发力练习可以踢一次到三次到五次，快速度的，是吧？左右，达到你两腿的组合，左右左一腿右一腿，要求速度，左一腿右一腿十次，五十次，可以踢一百次，也可以记十天，一准踢五分钟、十分钟，耐力的练习。下来以后啊，你就摸自己的腿，都不知道了。好像不是自己的腿似的，然后你休息片刻，如果再起腿踢，觉得两腿特别轻松，啊，特别轻松。练习的时候呢，在小腿上你可以带上小沙袋，啊，练习踢。然后你摘掉沙袋再踢呢，你就倍觉得自己的腿特别轻松，啊，特别轻松，踢打的速度也快。以这呢，还通过练习鞭腿呢，还可以踢沙袋呀。是吧？踢一些硬物啊，踢低的、高的，配合，这是臂把的练习啊，也叫脚把。下一种呢是方把，也叫胸把的练习。一个方把呀，抱在前胸，对方踹啊，用正踹呀、侧踹呀、后踹呀，各种方法跳踹啊，配合拳法，配合抱腿，配合种种的动作步伐使用啊，踹。通过这个踹腿可以增加你攻击力、准确性，它和踹沙袋、和踹沙人、和踹墙、和踹树都不一样，因为它是人，是活靶，一踹对方，对方有反应，退出去了，顶上来了，你应该怎么做？对方退出去以后撵上去，用垫步跳踹继续踹，对方顶上来了后退，一边后退一边踹，就跟对方实战一样踹这种方法啊。这种呢，方法的练习呢，是在我们队啊，已经多少年了，
警啊，武警总部队啊，经常使用这个方法练习。所以呢，有时候呢，一踹一个运动员呢，在这一次训练就得踹将近到1000次腿，是吧？确实是大运动量。然后稍休息一段时间再踹，就感觉到这个腿法踹得轻松而且有力量，是吧？当然你不能每天都踹，每天都是超千次、超负荷的训练，这样你的腿法不但不进步，而且还有退步的可能，是吧？这是胸板的练习。再就是沙袋，沙袋呢，通过各种的拳法击打，组合拳法，组合手法啊，各种技法，配合步法，配合躲闪，配合各种技法动作击打沙袋，做到呢有人打人，无人打影啊，无影打形。对方是个沙袋啊，你面前是个沙袋，你就一捏他是个对手，是吧？击打对方的头部，击打对方的腹部啊，踢对方的胸部，用各种方法啊，踹对方的那个腹部，用这种练习方法，针对性的练习啊，针对练习。其他还有啦，比如蹲跳踹啦啊，跑步啦，立定性练习啦，耐力性练习啦，很多种，这都属于辅助练习之类的。这个呢，你包括打球啊、游泳啊，各种体育活动，因为散手是身体全面身体素质的一个训练项目，而且对抗性很强，要求力量啊、耐力啊、爆发力，要求的都很高，是吧？嗯，下面呢，大家就看一看我们踢打手把、踢脚把、踹胸把和打沙袋的一系列的训练方法。啊，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的录像。
下面练习腿法，左右鞭腿配合刺拳。下面从实战步开始。落地落地。落地让我。下面我们练习踢脚把，两个人练习，有拿单把拿双把混合踢。下面踹击树木是对脚的硬度练习，也是一种腿法的练习。各种腿法踹击树木，从实战步开始。下面我们讲解一下防匕首和使用匕首的几种方法。啊，歹徒拿出匕首要刺你，你怎么办呢？啊，刺你怎么办呢？我们下面做一下示范。握匕首有两种，这样刺对方的时候，对方用转体，啊，转体多闪，你想想来一下，刺，转体。
一手刺空了，是吧？也可以大一点幅度，是吧？头是低头躲闪，是低头砍也是一样，砍这边砍，低头滑斧，哎，收斧，滑腿提起，防主这种方法，是吧？刺从上向下刺，这种方法更好啊，这种方法更好。注意看一下，对方向下刺我，当然了，你刺我头部，你如果这样接，他向下一呼，就将你的干部刮伤，是吧？必须横接，横接，他向下滑，嗯，你也向下滑，看清楚没有？他要扎你这个小臂，你向下滑，这时候你击打要狠，或者抓住对方的头部，猛顶对方的腹部，挡住，知道？这是一种方法。另一种，对方迎面刺来，不等对方刀到，迅速劈腿，这是用腿法破手法的一种方法。注意看一下，对方刺过来，没等他到你，你不要怕，这时候你要跑了。那就有很可能刺中你的腿呀、啊，和刺中你的身体。再注意看一下，来了以后，刀在那儿呢，看着他呢，刀下来你也能可以躲闪，突然一腿，踹出去了，啊，踹出去了。再有，向一侧躲闪，啊，向两侧躲闪，对方从这边刺我，刺我，啊，从前胸刺，怎么办？使用哪把了，是吧？俩手都闲着呢，躲过来最好。压，勾，肘关节别折，颈部拿伤，是吧？颈部拿伤，这是用哪把破他的匕首，是吧？用哪把破手？他又从上向下刺我，向两侧闪，注意看一下，从刺我头躲过来以后，这个手拉里，啊，拉里。刀没有用了，是吧？刀没有用，不用管它了。如果他刀下滑，你顶住以后他下滑，哎，在这儿滚出去了，是吧？滚出去了。当然破匕首的方法很多，是吧？他使用就是一个从上向下刺，从横滑横刺，就这么几种啊，就这么两种。所以你掌握这个两种，第一想破匕首必须有胆，你不要怕，你怕刮伤，你怕刮伤，你遇到事儿了，你就得这样做了。所以你掌握了正确的躲闪方法，是可以避免你受伤的，也可以化险为夷。对方用棍儿、用铁锹劈你，现在我们上一节讲的防守技术，格挡是吧？裸啊，外雕，然后呢，踹，用各种方法，你把这个动作掌握好以后，其他的都是大同小异。啊，大同小异。对方用铁锹劈你，越往后跑，这个铁锹越能劈到你。所以在距离相当的情况下，尽量向前抵。他拿长器械，他拿长器械劈下来以后，你近身了，他两个手拿着铁锹，舍不得撒开，两个手还没有用。你裸住他的铁锹以后，你两个手可以打人，是吧？他拿着铁锹，他俩手怎么打你啊？这时候你就拳打呀，是不是？袭顶啊，各种方法都可以。他只要手一撒开铁锹，那他这个凶器就没什么作用了，是吧？你如果远离对方，他第一锹没劈着你，第二锹他上来还继续打你啊，是吧？继续打你。所以你根据对方的器械，掌握好时机，该进该退，是吧？要果断，要勇敢啊，要果断要勇敢。对方打你，他有个恐惧思想。
下面练习防刺刀。